看到胃了，准备出站下车。看吃呀，爱的人谁说留给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不想好多人出站。嗯，好多人提着大包小包出站。哎，我把。今年工作难找了，所以好多人回家了。嗯，出站了，两个小时。好多人提着大包小包回家了，终点站基本上都全部出站。终于出站了。终于出站了，这里就是贵阳站。嗯，妈。这里是贵阳站，今天带大家先玩逛一下。上面有一个时钟，是铁钟，不是时钟，说错了。周围高楼也很多。先去吃饭，再找个住宿的。奶奶住宿，中间休息。住宿多少？有48、58的单间。单间的有没有卫生间？去看一下吧。到卫生间的也有。你这小孩都还。我是成人呢。前一天都忙啊。嗯。哎，来了，啥忙？小包子。去看一下吧。高低都有，随便你，住火锅都可以。哼，刚下了车嘛，都坐得累。找了个58的，先去看看。多大了？1岁7个月，1岁半，那十八九个月吧。啊，国庆节就满2岁。国庆节的时候生的。有没有直播？你这个哎呦。四个月，他登
就行了。哎，有钱也要付车票吗？这啥呢？这啥我？房子开好了，58，有点贵。本期视频到这里，再见。嗯哼，嗯哼。